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这是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凯擘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十二月十一号哦，旧历的十月二十，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地检署指挥河滨分局侦查对侦破一件毒品加假药的案件，警方是在查扣将近77万粒的伊利棉，市价是超过1亿5000万。台北一位货车司机开车送货到中华的时阵，被一台黑色的宾士车恶意动车，不但一路逼车，搁凊彩来换车，都是真危险。天气团报道，这何必独居老人谢阿伯哦，因为无人照顾生活，紧急求救人嘛，一天饲几啊届。官员知影了后，是来协助安置伫个安养中心。后来，乡亲在新闻一开始哦，来看这彰化地检署公指挥何必分局侦查队侦破一件毒品纵容减肥假药的案件，不法集团哦，伫在透天厝内面生产俗称红豆、中间药的伊利棉以及假药啊哦，警方是来查扣将近77万粒哦，市价是来超过1亿5000万。一箱一箱对敢那小山共款悬，边啊两边嘛拢囥甲满满制药的工具、模具，拢总有哦。算算下，干净的伊利棉总共有77万粒。昨天吼有彰化地检署的检察官指挥吼，那在昨天的早上的11点多吼，在员林镇永俊福俊巷的某处民宅内查获到。那据现场我们目前清点的第三级毒品的数量大概有77万颗，那价值大概新台币1亿5000万。那另外各式伪劣药的部分哈，有包含壮阳药、威尔刚、西利士等等哈，总共有12万颗，那价值大概在150万左右。对着这款恐怖的伊利棉，就是这五名嫌犯，而且这个地下连毒工厂，唔拿做毒品，连假药啊嘛拢有，尤其以壮阳药啊、加减肥药啊为主，模仿的真相同，连纸盒啊、加标签拢有，卖假销，佫开始一般市价10%。好，市售的这个壮阳药哈，那它从它整个的药品，包括外包装以及说明书哈，都是它自己伪造的。警方这届抓毒品，除了查到将近77万粒的成品，以及原料工具、甲威尔刚等纵容的假药啊，将近12万粒，伊利棉市价是150块到200块，超过这个市价哦，就高达1亿5000万。威尔刚、西利士等12万粒哦，大约130万，数量是真大。歹徒想利用未来的，比如说圣诞节或元旦假期，那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大量赶制，希望来借此来谋取暴利。数量这么多，嫌犯可能想讲元旦甲元旦节特别高啊，想要赚大摊。警方哦，目前嘛正在追查，是不是有毒品已经流入市面上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乌白食毒品。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何美采访报道。那再来看这恶意逼车，小心会受到处罚哦。台北市一位帅哥的男子，昨早起哦，载货由台北市往台南市，在接近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的所在，发现一台这黑色的宾士轿车，讲一直对伫伊边啊，甚至性的切哦，切到伊这货车头前，货车就算超速想要摆脱哦，这宾士车也是拼性命一直挡伫伊头前哦，这驾驶的态度是真恶劣。就伫咧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的路段，其他车辆拢守法保持行车距离。不过头前这台黑色的宾士车，却一直甲小货车开红牌，而且佫会强强来变换车道，切到货车头前。一个并排啦，并行啦，他开在东胜车道嘛，我开在内线车道嘛，
他就一直跟我并行了。是。然后并行并到他前面如果有车子的话，有没有？嗯哼。他就突然切到我前面来了，他也不打方向灯，就是这样并切，冲很快这样切进来了。嗯哼。然后切完了之后，过了之后，切进来之后也是，就是有点慢慢的这样挡啊，然后等到过他前面那条车之后，他出去之后要出去不出去的了，刚好开在那个松白线那边了。详细看，黑色宾士车就一直开伫中线，小货车想要加速超车，宾士车阁已经用变换车道切到内线来。啊，若无看货车要切外车道，就马上切到外线，阻挡这货车往头前开。他在危险驾驶的部分，他这部分的那个影片中的内容比较不是那么明确，那我们可能会再参考其他的部分的资料来做进一步的厘清。但是就于他的那个处罚条例违规内容的话，他有关于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还有跨线行驶这个部分是比较明确的，没有异议的。将近三分钟的影片当中，宾士车至少八次变换车道，而且无拍方向灯，甲两三次跨车道来行驶。宾士车一路逼车，让驾驶甲乘客惊一跳。那真正开罚，可能会罚4000块到5000块以上。不过罚钱事小，这个宾士车的驾驶安尼开车哦，万一若发生车祸，后果谁来承担？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中华采访报道。中华馆长董选人哦，为民国哦十一号是正式来接下这中央选委会所颁发的当选证书。伊表示，这是责任的开始。外界关心的人事布局哦，即个调动六位以及主管，会充分来考量这男女兵权的思维。约聘雇的人员嘛未来变动，以及主管正式变动的名单，后礼拜伊将正式来公布。中华馆长董选人为民国正式收下中央选举委员会所颁发的当选证书，而且接受主委刘益洲的恭贺。为民国表示，外界关心的人事布局，原本认为属于的女性副馆长延任过程并无顺利，正式名单会在后礼拜一公布。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女性进来，但是女性好像比较难找，因为都家庭因素。哎，真的很难找。那有没有说女性比例要到多少？哎，希望能够四分之一。哎，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公布了，因为现在我们找了两位要来当副县长的女性，好像都很难找。一个是田中人，一个是彰化市的人。是。在外地都有接触的官位官职，但是他们都嫁到台北，要叫他们回来。都有家庭因素，拿到当选证书是一种责任的开始，也是县民的一个期待，我会努力把县政做好，我会认真找一些优秀的人才回到我们彰化，来为我们彰化这块土地来打拼，很认真为我们县民来服务。卫兵国表示，以及主管会使调整的只存六位，空间并无大。另外，聘雇人员也未移动，尊重人员的工作权。未来社会福利加交通建设是施政重点，希望继续带领彰化大步向前。大彰化新闻，陈文清彰化采访报道。中华路中校园内面的红楼，伫日本时代起哦，再经过后又加各界关注历史文物了，加上二期的修复工程，珍藏在珍贵资料的红楼已经正式开馆了，马上回来。彰化新政府头路宝贝啊，来啊！马上就业，幸福加倍。一年一度的竹啊巴乐节，在咱十二月十三、十四，在咱社楼国泰市场来举办。现场有全国节目的电视，个咱巴乐农事产品电视，个咱明星暗会演合唱。欢迎全国好朋友来社楼买梅啊，十八啦品尝小吃。小资企业向前冲。
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让你 HD 频道99元就包台，有 Discovery、Fox 等超多 HD 频道，最受欢迎的 HBO HD 频道组，还有超赞好礼2选1，20多个 HD 频道及超值好礼，只要99，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10月21。经过在同时记载，明仔在位哦，公伫个正西方哦，好时是在去9点到11点哦，下一个祭祀。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何必独居老人是阿伯哦，讲当年拢住伫这货柜厝内面哦，无人照顾伊的生活，而且这装置的这紧急救护人哦，伊一工是安尼饲几啊届哦，或者消防队是真无闲。关于员外清理哦，是会同这社会处长人员来分析。即马阁烦恼这天气寒，会来发生意外。经过这协调了哦，讲暂时甲谢阿伯安置伫个安养中心，这个协助申请这继续的好工会来安置。河边的独居老人谢阿伯，当年住伫咧货柜厝内面，三顿拢是靠亲友、社区、甲社会团体帮忙处理。但是因为谢阿伯罹患高血压等疾病，定定饲紧急救护车，有当时一天饲5-6次，和消防队非常无闲。官员赖清美会同管护社会处来分析，天气真寒，认为继续落去嘛毋是办法，一定爱赶紧安置。你家己顾家己，你唔免烦恼迄个孙啦，好不好？哈、哦，迄、那个孙袂要紧，你唔免甲烦恼，哈、哦，哈、哦。伊过两年啊，伊就转来啊，你家己顾好，你身体顾好，后家唔才有搁看恁个孙，孙转来就去家己接啦，好不好？好、哦。好。社会处督导表示，会顺流程协助申请给收入资格，再个送到公会的安置中心。我们尽量帮他把那个低收部分，让他能够尽量的能够符合资格的话，就让他通过。然后在这个过渡期间呢，我们就结合家属，然后还有慈济跟我们赖清美议员这边的力量哈，然后就是让他先自费安置，就是这段时间呢，不要因为寒流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啊，受冻。那如果通过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个申请，如果可以通过的话，就可以让他公费安置在广城这样子。天气真寒，谢阿伯阁无人照顾生活。虽然已经无愿意搬离开货柜厝，但是伫安全考虑之下，经过众人的劝导，暂时愿意接受安养，避免无必要的悲剧发生。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何美采访报道。中华女中校园内面的红楼，伫咧当年这馆长王金珠年代时候指定为历史建筑，因此安尼保存落来哦。经过校友甲各界捐赠的这珍贵文物哦，以及二期的修复工程哦，即马这红楼是正式来开馆，风华再现，予校友是真感动。
古朴典雅用清水砖建造的红楼，是中华女中重要的精神象征。在前馆长王金珠任内，指定为历史建筑。经过两期工程的修复，而且长时间收集珍贵的文物了后，正式开馆，展现中女实力的风华。红楼已经有95年的历史，这里面有校史馆、有校友馆，还有李仲生纪念广场。也就是说，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李仲生大师，他有一个纪念广场，还有全国收藏最多史料文件的史料馆，就是校史馆。那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也希望能够带动全国各机关学校能够把自己的历史留下来做以后的见证。中路考长也表示，透过历史建筑、有形的建物加各项艺文活动，串联各个时代的中路校友共同的基地加价值。学校在今年95周年了，这个红楼的这个整修也见证了彰化女中培育了世世代代的红楼的才女，为社会培育了各界的这个精英。我们也期待这样的精神呢，能够透过一个学校历史建物来作为我们精神的堡垒，不断地把我们学校陈情庄义的这个校训在持续地发扬光大。红楼成为中路的精神地标，规划有校史馆、校友馆加李仲生纪念广场三大空间。王金珠也呼吁校友加社会各界有相关的文物都可以捐献出来，加更多人分享珍贵历史加价值。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那再来哦，来看这画面当中，这位柳川杨氏先生的外公，早年是鹿港家长，就是现在的镇长职务。柳川杨氏哦，讲今年已经80岁哦，住在1802年为日本哦，挨到这个重量有22公斤，刻有这友情之花感谢石牌，送予这鹿港镇公所了后，讲这两年了后，如果挨到这16公斤重的石条，以及一丛这桂花树，来到鹿港镇公所，这鹿港镇长晋江哦，国家流传先生两个人哦，做伙品尝这细汉时阵的杨桃，重温这当年的记忆。头毛白苍苍，挂着墨镜，穿西装，真烟斗的日本人柳川洋史，自1802年为日本大阪市坐飞龙机，爱着这个有22公斤重的大理石友情之花，送予鹿港镇公所做纪念了后，1804年哦，两年后是个专工爱着16公斤重两支大理石的石条以及桂花树，代表友情英才。75、76年にわたるね、友情のために今までみんな変わらないように接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そのためにこの、友情が変わらないように今後も70年过去的了哦，在这里还是很有感情的啊，希望说这个友情哦都不要改变了你啦。这两支大理石石条顶冠写着“友情永久不变纪念树，友谊一同”，镇史馆开馆纪念树，就因为鹿港家长宿舍充满着伊的童年记忆。对台湾吼，这个思念吧，而且对台湾咱鹿港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感情底下。小林刷收到柳川杨氏敬上的大理石条以及桂花树，予鹿港镇长真感动。两个人嘛搬一个为柳川先生哦细汉就有的杨桃来品尝，虽然滋味真酸苦，不过却是甜在嘞心内。吃到的感觉怎么样？哎呀，那这个是，那这个是非常怀念的。ね、懐かしい。これを食べると美味しい。これを。川先生讲，外公甲家己拢甲鹿港真有缘分，希望家己的子孙哦，麦当甲台湾保持这密切的关系，延续这份珍贵的情感。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鹿港文物庙伫咧我这过年的时阵哦，同款是来推出点公屏顶哦，文昌顶这1盒300元，搁送六粒文昌币金箔粽，这一个花啊，这回来庙来点顶哦，求平安，真会好，马上回来。世界那么快。世界越快，上网速度更不能慢。台播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只要999，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
快拨0809-009-658，台湾大宽频同步优惠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我们共同的来热烈庆祝彰化县立美术馆的落成。我们的美术馆落成以后，可以串联成为彰化最美丽的观光文化生活园区，可以提供各类的视觉艺术的展出，可以鼓励多元风貌的创作与呈现。欣赏艺术，品味生活，彰化县立美术馆等您来体验。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计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凯擘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给你看得到的安心，看得到的安全，看得到的守护。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只要125起，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凯擘大宽频让你 HD 频道99元就包台，有 Discovery、Fox 等超多 HD 频道，最受欢迎的 HBO HD 频道组，还有超赞好礼二选一，20多个 HD 频道及超值好礼，只要99。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彰化市立图书馆这书法班的班员哦，讲当年学习书法哦，即马每一个人这书法是拢写甲真端正、够水哦。尤其哦，这真侪人拢是专勤来出席，因此图书馆的馆长哦，就特别颁发这专勤奖，以及感谢状，感谢老师的用心指导，或者妇女朋友透过书法艺术得到心灵成长。书法是流传悠久的艺术创作，真侪人嘛真介意写书法。彰化市立图书馆妇女学馆书法班开设真久，班员真多拢是长期学习，相当享受沉醉伫书法的艺术世界。那贸易社的学员哈，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因为有年轻的，也有比较年纪大的，也有在家闲闲没事的，也有是阿嬷的，阿嬷带孙都还要，不管怎么样，每个礼拜还是要来上课，这是我们非常感动的地方，非常感谢。对学姐的付出，也感谢林老师啊，这样指导我们。当然，更感谢各位同学，每个礼拜都这么准时的来上课。图书馆长真鼓励书法班班员好学的精神，以及老师的用心教导。特别代表市长颁发感谢状加全勤奖，老师嘛真鼓励民众多多学习书法，好处真多。他们有蛮多的时间来从事于书法的活动。我觉得意义非常的好，既可以提升自己的身心安顿，那也可以让自己书法能够更上一层楼啊。那我个人也很荣幸能够从事这个教学。书法班班员写书法的精神都非常专注，真侪班员写字都真有艺术美感。虽然是真静态学习，但是因的心灵感情丰沛，休息丰富，透过书法创作传达对生活的精彩感动。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无景气的时代，民众希望有小确幸。鹿港文武庙连续几啊年是来推出这点灯、光明灯哦，文昌灯一盒300元。如果这一家伙啊六个人来点灯哦，平均一个人共才50元。同时，还有六日的文昌币加这金箔粽会当摕，是真个好。
新的一年就要到啊，到庙来求平安的人愈来愈多，加上大环境无景气，罗岗镇文武庙连续六年推出这300块的光明灯，一户不管有偌侪人，拢总会当点灯。是羊年吼，啊，咱罗岗吼，咱文武庙吼，今年甲往年同款吼，咱嘛有这个点灯的这个仪式。那么今年吼，啊，咱啊这文武庙吼。啊，这刚一趴电吼，也是300块吼。那咱会知吼，即卖时机无好吼，所以咱一趴电吼，唔是干那要一个人点，你厝内了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总共款吼，哎，合作点一趴电，咱嘛是共款300块。啊，而且吼，只要来点电吼，咱拢总有这个啊3万外块的电吼，包括这个光明灯、太岁灯吼，啊，佮有就是咱文昌灯。以一户内人来算，点一趴光明灯300块，平均一个人只开50块，真算会好。而且，佮有这金箔粽、文昌笔，佮2015年的大力奖品，真济佮使用。啊，只要来点灯，点一趴，咱有送一本咱啊洛港的这个啊日历，啊，佮有这个文昌笔，啊，佮有这个这啊金石箔吼，就是啊金粽。哦，要送予大家吼，我伫遮要特别大家强调，就是讲吼，因为咱啊文武庙是咱洛港的这个三级古迹吼，啊，所以咱洛港吼这个点灯的这个仪式吼，咱总非常的慎重。庙宇各出奇招，抢点光明灯的市场，民众开钱来求平安，庙内香火鼎盛嘛，趁钱。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洛港采访报道。今日的天气哦，也是安尼湿湿冷冷哦，天顶嘛落着这蒙蒙啊雨，因为位于这新疆的大陆冷气团，当咧慢慢啊往南边来刷叮当哦，嘛影响了规个台湾地区哦，这北台湾哦，日时就会感觉这气温是豆豆来降低，中南部哦感受这冷空气的时间会较晚哦，这波冷气团哦预计将影响到这个礼拜日哦，上低温哦会出现一个礼拜六加拜日的这透早，中部以北哦低温可能会。降到11度到12度，到礼拜这日时哦，气温才会来回暖。以上就是今日11月11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
凯擘大宽屏，让你 HD 频道99元就包台，有 Discovery、Fox 等超多 HD 频道，最受欢迎的 HBO HD 频道组，还有超赞好礼二选一，20多个 HD 频道及超值好礼，只要99，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